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弟。我今儿个不是买了2公斤牛肉吗？做了1公斤牛肉的红烧肉，这边呢还有1公斤牛肉，我是不是有点太土豪了？打算改个刀做这种牛肉干儿。我能做的应该就是五香牛肉干儿吧，五香麻辣牛肉干儿，想要做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的咱也没办法。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教程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他告诉我电饭锅也可以做牛肉干儿，我就姑且试一下。万一不成的话，我就到他评论区去批评他。我让这个老板切的时候呢，说是给我切成牛肉条，但是，还是有点大。我现在改个刀，改小一点相对。哎呀，我这个刀真的是不好改呀。这个刀啊，有点不太好改啊，我直接性就做成大块的牛肉干试一下。现在冷水下锅去个浮沫。哇，我看那个网上说的很简单，就是辣皮子、八角、桂皮还有一些香叶准备好，然后呢要大量的姜。为什么要大量的姜呢？说是。要铺在这个电饭锅的最底层，还好我今天买了很大一块姜，不然的话还真的是没办法。先切姜。我刚才睡着了，这也太惨了吧！这个还好，这个牛肉算是焯水完成了吧，把它洗一下。我呢，现在是把这个肉。已经洗干净了牛肉，哦，我刚才太困了，睡着了。我迷迷瞪瞪的，然后听到那个电饭锅扑通扑通那样冒泡的声音，我一下子赶快醒过来了。现在是把这个肉好像不是好像是确切啊，要腌制一下。这个姜还是放在这儿，等一会儿。腌完以后再打锅底，先把这些东西像是倒进来，然后再加入五香粉，因为我要做的是这种五香牛肉干嘛。哇，差不多了吧？倒点，看这边又不值当。还有，再加点这个花椒粉。好，最重要的呢是要加些老抽，按理说还要加生抽呀、糖啊、盐呀、什么的，咱也没有啊，没有怎么办呢？不加呗，这还能怎么办？反正做出啥味儿是啥味儿。哎，我这个盐罐子有点慢，会，哇，我是不是有点狠了？下盐，好，差不多，然后拿筷子拌它，好像说是要腌上个1个小时，甚至2个小时都有可能。好了。就这样了，其他的我也没什么办法，盖都盖不住，拿这个盖，哎，这还刚好，好，腌上1个小时，现在就是把这个生姜，说是码到这个电饭锅最底层，防止粘锅，应该是，不是应该是肯定是啊。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，然后呢，把这些料什么的铺上，再把这个牛肉挨个儿放。好了，有的没的没的有，反正，哎，电呢？哇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把这个
拔了，有点激动。好了，有的没的没的有。我也不知道用多久，网上攻略说15分钟，这明显不可能呢。现在呢，已经过去了10几20分钟了，这个还没有往上跳，而且这边一直在冒烟。我根据逻辑的思考，就是这个呢，现在是在加热，然后里头本来没什么水分，再把这个烟子冒完，估计就是把水冒的差不多了，意思就是这个牛肉干就变干了，应该也熟了。理是这么个理啊。我现在不打开，就一直等。大概过了10几20分钟，跳了以后呢，我又让它再焖了个10分钟。哇，这个跟牛肉干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啊。再焖一会儿吧。这看起来有点有模有样的，其实啊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就把它盖着，然后一直闷着，闷上个1-2个小时。智商告诉我呢，我还是准备睡吧，今天是不要考虑这个牛肉干的事了。这个牛肉干是有的没的没的有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打算眯一会儿，然后1-2个小时以后起来把电拔了就好了。至于沉不沉，咱明天再说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了，我要睡一会儿。哦，好困啊，真的。我今天一天啥都没干，就捣鼓这个牛肉，捣鼓到现在，哎呀，还困得不行。这哪是做饭啊，这个就是在活受罪。啊，现在10点多，我今天没怎么睡觉，我要睡觉了，睡到12点再说，就这样子了。拜拜。我说是睡觉啊，睡不着啊，我刚才又把它捞出来了。这个玩意就是我所做出来的牛肉干。哎呀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这个怎么跟这个就是剧本里讲的不太一样啊？哇，这个一点都不干啊。把它放一晚上试一下，现在只能这样子，没别的办法，有模有样啊。撒些芝麻，因为现在这个肉上还是有温度的，所以说我把芝麻撒上去以后，它还能把芝麻烤香一点，应该能吃，应该能吃。它至少说是没有说是变成那种特别古怪的东西，是吧？虽然说它也蛮古怪的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今天呢天气非常好，我呢把我的牛肉干也拿出来溜一溜，溜溜牛肉干。哇、哦、这感觉太棒了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它呢，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潮，要晒干一点再吃。就昨天看的不咋地啊，今天的话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啊。是不是不是很糟糕？至少说是我觉得我还是能下得去嘴的。这是有敌情呢、啊、这只猫还有这只猫已经是虎视眈眈的看着我的牛肉干，刚才两个人都在那儿蹲着，我瞪了他们一眼他们就跑了。等晒好了以后给他们俩分一点，打算尝一下。这个真不骗你们，我也是从昨天做到现在也没吃过这个。诶，这晒完以后还是蛮干的啊，尝一下。嗯，牛肉还是这个牛肉味儿，盐放少了，吃还是能吃的。
你要说多好吃，那也没多好吃；你要说多难吃，它也不难吃。反正就是在这个非洲啊，有这个牛肉干吃就不错了。嗯，看来我下次还得再研究研究。这个牛肉干我只能打60分，只有60分。看吧，这里的肉还是有点潮，还需要再晒一下。好了，这视频就这样结束了。我只能做出来这样的东西啊，没办法呀。下次我可能再换个做法，或者是研究研究。